好，张家俊先休息一下，我们来轻松点看一下天后阿妹张惠妹挑战马拉松式的演唱会。她在台北小巨蛋唱完八场哦，昨天晚上她已经是结束第四场。当然在第四场有非常神秘感的嘉宾来出现，她特地是邀请了这个重量级大咖，就是阿密特的分身阿密惠，就是二姐江惠。型大突破，白发 rock 风，神秘嘉宾二姐江蕙巧扮阿密特分身阿密惠，跟阿妹飙哥过招。我是谁？阿密惠，我是谁？黑色劲装对上火红马甲，两大天后性感开唱，造型抢眼，嗨翻台下上万名歌迷。挑战马拉松式演唱会，要在台北小巨蛋唱满八场。上周五开场，亮片羽毛装，充满浓烈原住民色彩，霸气十足。四号晚间，他换上性感马甲，变造型秀歌喉。演唱会总成本烧掉1.3亿，阿妹的天后魅力也吸引超过8万名歌迷掏钱朝圣。TVBS 新闻高志宏、尤浩庭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阿妹张惠妹呢，昨天晚上在小巨蛋来开唱了，并且呢还邀请二姐张惠来担任嘉宾，一起来飙唱《开门见山》这首歌。那么我们看到呢，昨天二姐张惠就为了阿妹豁出去咯，她挑战了摇滚的唱腔，而且还借来白色的发片，请阿妹的造型师帮她打造服装，就跟阿密特很像哦。所以阿密惠昨天 PK 阿密特，也掀起全场最高潮。这样演出属于公益性质的，所以阿妹都没有拿唱酬，票房收入扣除成本将捐出1000万给台东圣母医院。白色假发搭配一身黑色劲装，阿妹张惠妹特别加场演唱会，请来台语天后张惠扮成阿密特，在台北小巨蛋同台飙歌。两大天后难得合作，破天荒合唱摇滚歌曲，全场歌迷几乎要嗨翻小巨蛋。唱到最后，张惠妹还把麦克风拿给张惠签名，自己再签名，直接当成纪念品送给歌迷，引发第二波高潮。工作人员手牵手挡在歌迷前面，就怕场面失控。为了看阿妹 ，SHE 回味许久也再次合体，三个人相约到现场支持。阿妹的魅力果然难以抵挡，三新闻做不到。昨天晚间也进入了第四场，继前一场特别嘉宾找来了绯闻对象哈林之后，昨天呢阿妹又找来二姐江蕙，江蕙还打扮成了阿密特，两大天后在台上飙歌，也让全场10000多位歌迷又惊又喜。找来二姐当嘉宾，江蕙也超有诚意，头戴白色假发，身穿黑色皮衣，化身阿密特。KK， 但两大国台语天后难得同台飙歌，让全场又惊又喜。
都送了亲密麦克风，将会也入境随俗，跟着签上大名，在台下抢成一团。场内歌后难得合体，场外也有惊喜。身上还穿着压力衣，尽管泽米朗的伤势还没有百分百痊愈，但身为阿妹的超级粉丝 ，SHE 也难得对外大合体，三个人都前来力挺阿妹，场内场外都有惊喜。阿妹十五周年演唱会不止场次创纪录，更是常常有爆点。国联新闻张成彦为 SHE 小组在台北采访报道。歌手张惠妹，阿妹的演唱会昨晚进入第四场，继前一场的嘉宾找来绯闻对象哈林之后呢，在昨天晚间也有一个大惊喜，特别请到了台语天后江蕙，而且是特殊打扮，扮成了阿密特现身，两大天后在台上飙歌，让全场一万多个歌迷为之疯狂。找来二姐当嘉宾，江蕙也超有诚意，头戴白色假发，身穿黑色皮衣，化身阿密特。台上一向深情的二姐难得摇滚起来，尽管有点 KK， 但两大国台语天后难得同台飙歌，让全场又惊又喜。每场都送了亲密麦克风，江蕙也入境随俗，跟着签上大名，在台下抢成一团。场内歌后难得合体，场外也有惊喜。身上还穿着压力衣，尽管泽米朗的伤势还没有百分百痊愈，但身为阿妹的超级粉丝 ，SHE 也难得对外大合体，三个人都前来力挺阿妹，场内场外都有惊喜。阿妹十五周年演唱会不止场次创纪录，更是常常有爆点。国联新闻张成彦为 SHE 小组在台北采访报道。